问一弟妹说他要再婚，妈您会怎么办？你到底是怎么做家事的？买些没用的东西回来又喜欢乱花钱。你赚钱回来养家，所以这样跟我说话？孩子的爸跟小叔还活着，你敢这样跟我说话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媳妇的人生》。